美呀、啊，好美呀、啊！我们进不来这个洞洞。真的是这个水城真是太繁华了，太美了。啊，我们过来这边看。来，哎呀。哎，这工作呢？哎呀，不少年啊，不少。嗨，我们来到了威尼斯水上城，今天阳光明媚，天气特别好。大家看看，这些就是水上城的建筑。哇，螃蟹好大、啊！哇，这螃蟹好大！超了，超了，超了！我不能赢了。超，哎，好，举杯，好。哎，过来，来。太美了，真的值得来啊，意大利啊！值得哦，这个水城太美了。我们快点去，我们来到江了，是吧？哎，去了呀，别走！你过来，太美了，太美了。嗯，下面你过来。哦，这很美的，太美的。哦，真的是值得啊。这个地方来，他们的环境都是帅气。哎呦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太美了。整条运河都那么的漂亮，太美了。对，身临其境的去感觉感受它的这种美，那种水，哎呦，很壮观。这样子很美，是吧？歪了，两歪了。哎呦，歪个两条歪。哦，上回来就是上回。要一个，或者是这种。
看他选一个哪一个来给你们呢？威尼斯，这个吧，这个好像很漂亮哦。嗯，要这个吧？要两个。我们也要一个。有拍吗？我拍住的呀。我们也要一个回去，等会儿，等下，等下，等下，你忙给他了。买到了。嗯。他是贵的，应该也是可以的。想两边的房子。哇，好漂亮的风景。哇，这里有很多的面具。好漂亮。好漂亮啊。好可爱的小包包。哇，好可爱，好精致哦，这么小。你看它每一个，你看像是我的手这么大。哇，好多漂亮的东西！你看这条鱼，那这里一个猴子拿个灯。太把你累了。这里有好几座小桥，从这一边就跨到了对面的这个小房子。看一下，底下就有一条小河，哇，很特别。
们到酒店啦。好啦，我们现在来到酒店啦。的生鱼片来了，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餐。生鱼片好吗？嗯，酿酿。